哎，大家好，有看到我的伙伴吗？好，来，基本上我先介绍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我是这学期弹唱班的设施。那我们这一次弹唱班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弹唱结合进阶班了、啊、哈，这是一个新的东西。大家上学期上过初级班的，这学期来看看吧，哈，听听看，听听看，上上看，好，好好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每一个弹唱班呢都会有它的主题。之前是熊妈子，哎，那我这次也有我的主题啦。我这次的主题就是，哎，黑森林弹唱班，好不好？那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唱一首歌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。